顺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。农历正月27，第27道答案。经教论学确实很重要，作为一个教人的师长，必须深入经教而且学懂。如果自己都不懂经教论学，就是佛教外行。一个外行必然把自己不懂的东西胡乱编说拿去教人，如此绝对会把行人带入邪门，堕入罪恶道中，包括此类为师之人所修的道场都会是遭黑业的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代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。2018年3月14日。